真正连一间空房都无啊哦！实在足歹势，今日的房间拢订满呢。歹势，等一下。嗯。卡斯林若无去嫌，我的房间虽然无豪华，但是真清气，我会当予恁两个占大一暗。喏，这就是我的房间，我要值班，请你安心啊休困。哦，实在真多谢你，少年的。啊，足好个啦，真正撞到贵人呢。好乖。啊，是一张机票。哇！哇！少年的，你总算来啊！这是我为你起的旅馆啦。我希望会当有像你这么善良的人来替我经营。你就是当时迄个。这个旅馆就是纽约上有名的华尔道夫饭店。当年这位服务生乔治波特，就是和华尔道夫在世界才有地位的推手，因为他有一颗关怀人客的心。